新竹县位于台湾本岛西北部，与桃园市、苗栗县、台中市、宜兰县毗邻，且包围着新竹市。搭乘高铁，从竹北市出发，至各个城市，方便且快速。新竹县三面环山，总面积约1427平方公里，其中14%是平原，46%是丘陵，40%是高山。新竹县共有13个乡镇市，其中新竹县政府位于竹北市。新竹县客家人口占全县人口超过70%，还有闽南人、泰雅族、赛夏族、新住民，族群之间相处融洽。新竹县有完整的产业体系，持续的让台湾在国际间发光发热。新竹科学园区、海远科技园区、新竹工业区、凤山工业区、AI 智慧园区、生医园区、观光休闲农业。新竹古称竹堑，汉人入垦前是原住民族赛夏族及泰雅族聚居之地。18世纪初，大陆移民渡海来台，形成海陆客家移民聚落。1875年，竹堑改称新竹，并首度设县。民国62年，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。民国69年，台湾第一座科学工业园区启用。民国71年，新竹县市分治，新竹县治迁移至竹北乡。民国77年，竹北乡升格竹北市。民国96年，高铁新竹站启用。你差不多行就真。劲风在大地奔驰，迫不及待向每位到来的人呈上丰饶多元的物产。文化在口耳相传中无限延伸。数百年的九降风穿梭在山林间，对天祖的尊敬与崇拜回响在每个五户与欢唱里。山谷平原间，客家的声音不断传唱，层层叠叠的是文化孕育的旋律。飞越这片土地，不同的族群在这里生根茁壮，如熔炉般的聚集各个族群的智慧。在记忆的片段，因为人们开启了新的生命。你差不多请就真好长时间长期的人的所想的东西。听，新竹县有着丰富的产业底蕴，完整的科技能量，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智慧城市。为了热爱的人和土地，超前部署，深植根基，下个30年的美好从这里大步迈进。快速的交通网络让城市的荣景绵延不绝，我们的声音传送遍地，更跨越疆界，让世界听见这不是偶然，而是我们排除万难坚持过后选择的必然。
丰饶优越的环境，让目光聚焦，也让丰沛资源汇聚在这里。智慧科技让想象成真，我们享受便利，体验友善日常。智慧科技在不同的角落默默守护，踏出的第一步开始，就必须丰富多彩。欢笑让富足生活增添色彩，在这里成长的每一步更加安心，因为面对未来，我们有同样的期待。在这块土地，我们尊重彼此，倾听不同的声音，让每个声音都有被听见的机会。听，这是新竹县的声音。新竹现在很幸福。Thank you.